西，我们就要出发去带走。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净滩活动，真的对 scuba 很有信心。红红的眼睛，我在旁边，然后看到垃圾就捡。好精神这样。啊，运动。享受在海底的世界。什么垃圾都没有捡到，可是它是会伤害，它是会伤害珊瑚的。小鸭大家，现在看到这个场景，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？是不是前不久才见过而已？哈哈哈，没有错呢。今天就是我们考 scuba 的一天。scuba 就是水肺，就是那种有钉的下去的。我们这次会来 Tango 这里5天，2天考试，然后后面3天我们会做一个净滩的活动。其实呢，我就是为了要去那个活动，就是那个净滩捡垃圾的活动，我才要在这个期间赶快考掉 scuba 的。很开心。那我现在查的是防晒，这个是那个防水母的防晒。其实我们等一下穿的衣服应该也不会碰到水母啦，只是现在就是有防晒就查一查。然后今天来的人呢有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救了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净滩活动。目前到的人呢是有我、常勇、常乐、米奇优、永杰，然后除了米奇优，我们其他人呢都是要考试的。米奇优已经考过，所以他就来陪我们玩的。然后前不久我们才看到有人在这边看到 whale shark， 在小红书看到一个，觉得超开心的。如果可以看到 whale shark 的话，可以分享给你们。我每次绑的头发我都会绑两节，因为我头发是 layer 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不会那么乱。绑一个辫子这样子，然后下了水就不会那么乱。没有看到我的状态很轻松，因为我真的对 scuba 很有信心。然后刚好我们来的时候我浪超大了，很可怕那种。我现在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一点是，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话应该有知道，看得到吗？红红的眼睛，就是我在 IG 有分享我去弄了我那个痣，其实是蛮蛤蜊一下的。因为哦，所以现在哦，它是红红的状态，就怕碰到海水会很痛。因为那个医生讲，其实 diving 的话不会影响，但我就是怕。第一天的时候哦，它是来碰到水的时候还会那种刺痛刺痛一下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眼睛是有伤口这样，我就很害怕，因为海水是有盐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随便啦，反正去到下面也看不到。我想要去吃东西，吃好东西，我们就要出发去 dive。然后直接去考试，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。我觉得你看可以马上过啦。我们这边是，这是永杰、长乐，这是我跟蔡长宇，我们一样是做这个，明兽超大的，你看，而且它环境超好啊，就是这是厕所，然后这个是冲凉房，它就是分开。然后这边就是让你准备的地方，现在要准备一下。然后我才发现，原来 scuba 跟 free dive 的嘎伤好多啊，就是可以 exactly 也太不一样了吧。像我们 free dive 哦，我们就是穿袜子，然后 scuba 就要穿这个鞋子。我这次有准备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有准备一个 coconut oil。放头发，如果你上来的时候，你头发不会那么的干燥。鞋子，这个角度一点点，这个是我专门买来捡垃圾的。你看，放在旁边，然后看到垃圾就捡。有潜水表，好，现在去跟他们面。Let's go。那我可以分享给你们，我们这次住的呢跟上次一样，上次我好像没有交代到我们住的地方，因为我太紧张了。那我住的地方是叫 Tango Coral Beach， 对，给你们看环境，看，很长的一个楼梯。这次的 vlog 会长一点，会比较丰富画面一点，不像我上次这样。那你们吃的很丰富哎。变了咖喱。
干嘛？这个羊味很重。哎呀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 OK。不是，都是香姐，我看在看，我有什么带我们工具来了。Hello， 好多人呀。真的是羊吗 ？Yes， 真的吗？我不是羊，看不出我。那些有拿灯开的。哦，我不懂它是羊哎。这个姜感觉好像很不错。不是好干净。嗯，我弄出来。防晒一下。那给我观众福利一下。你走开。错了，对，我们专业潜水交流。哇，小心哦，各位，很痛哦。走。好像健身这样。哇，欸，很疗愈耶，我也要。啊，运动。I am strolling along, just minding my business, humming a song. I'm happy by myself, not a care in the world. This is the life.Myself and I am watching the clouds up in the sky, all but laughing out loud. I'm telling you why I'm living the life, just me, myself and I used to think that life was 长了不能升级失败了，哦，真的很少哦。我有问题啊，我们上传了教练不要去，这个超级恐怖哎，欸，是哦，我完全是忘记有人喝了超多海水，然后没有人信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全部不信我，我信你，跟他玩喵，哇，这石头好尖哎，哇，这里好大，哦，哇，很痛啊，你在走浪，你这个不高，是啊。成功跑了，我们这么强，我们优秀，我们真的是两个带结束哎。他不讲棒棒，我们这么厉害，有没有？他不厉害，他第一个带的，第一个带。哎，你更死啊，哎，下不来。你们还有一个，我的脂肪太多了，接受了。你们两个都有各一个强项哎，各有千秋。哦，对。我们真的是来计算错误，结果我第二个 dive 的影片就没有拍到很多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冲180满。才可以下去。Scuba 真的是上上手的那一种，真的是闭眼就可以过的那一种，真的，只要你不陪你，一切都好办事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吃晚餐，很饿 ，Let's go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蛋白质高高。哇哦 ，Very nice。你可以先要九啊七哦，他九啊九，嘴巴表情。我看好了，你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小心！他在做什么？你们哦，我来做吗？啊！这啊！好玩好玩好玩！真是。让你，你别再忙了。没干坏你。啊！奖励！喂喂喂！还没好，还没好。
Waited for so long. This is the moment. 지난 추억들에 사랑을 더해. 눈이 have you pull me closer. 너의 곁을 지켜줄게. Yeah, 各位，我就已经刚刚冲完凉、护好肤等等等等之类的了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是依旧没有看到喵侠，我好难过。但是今天有看到新的动物，就是河豚，超可爱。可是它有点害怕，有点胆小。然后因为海兔很小，我今天就看到很多海兔，很开心。我很享受在海底的世界，就是很安静，然后你只专注于你自己的事情，然后调整呼吸到方法对为止，慢慢解锁每一个姿势、动作，还有一些很难的东西，然后现在也做到了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也毕业啦，然后明天就是净滩活动。其实我们刚刚下去哦，也没有什么刺冠啊，也没有什么垃圾啊，虽然我教练有捡到一两个垃圾，但是我们真的也看不到什么垃圾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，虽然我们这次目的是捡垃圾，但是没有捡到垃圾比捡垃圾更开心，是不是？早安各位，今天就是要真的来 save the ocean 了，给你们看早上的风景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希望今天可以看到 whale 每一天的愿望就是可以看到 whale。嗯，坐在这里很幸福。你们听听早上的声音，多么幸福啊！大家，我们昨天去进了一次滩，什么垃圾都没有捡到，真的是一件好事来的。我们在沙滩边捡到一些垃圾，真的还不满两大袋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会做的东西就是，不然我在前面有没有讲过一个叫刺冠的海星，但是这个刺冠的英文名叫 Crown of Thorn，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是会伤害珊瑚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它死掉，就是灭绝它。等一下希望可以拍到几个啦，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也没有看到几个。今天已经是第几潜了啊？第八潜，所以我们这个 dive 有十个潜，很开心。Myself, not a care in the world. This is a life, just me, myself, and I am watching the clouds up in the sky, all but laughing out loud. I'm telling you why I am living the life, just me, myself, and I used to think
about. Paint the town red, I'm coming around. There ain't no doubt about it, I'm no longer blue. So glad we are through, just me, my